大家好，我是胡夫骑射，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款 MC 肌肉熊的 KO 版的百兽王。那我没有玩过它的正版。那百兽王的玩具呢，其实我做的也好像也不是说很少啊。我自己是对这个动画片，小时候我看它的印象呢，比变形金刚还要多。那我记得是每个礼拜三晚上，我会非常准时收看。那么台湾当时引进的时候呢，是属于跟美国金合生所购买的，所以播到一半，它就变成了15机合体的机甲舰队去了。所以这一部动画片的话呢，其实很多跟我同年纪的朋友们肯定根本就没有看到结束。那百兽王的玩具的话呢，这一款的话呢，给我一个比较耳目一新的感觉，它感觉上呢，在一些结构上面的话呢，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当然了，本身这个产品的话，我觉得问题还是挺多的啊，真的是还蛮 OK，毕竟是个 KO 吧。那我就给各位看一下，因为我没有玩过它的一个正版，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遗漏啊，没有讲清楚了，各位就担待一下啊。首先从这个红狮子开始啊，红狮子它一样有附带一个武器，头的可动的度的话呢是360度的转动啊，还可以低头，这个头部的话呢是可以往是往这样子，然后拉出来就可以低头。而这一次的脖子这个可动的话呢，相较于很多以前只能够旋转的百兽王玩具的话呢，这一次是进步了非常的多。然后侧边这个武器的话呢，它本身是附带可以转动的。那这个武器的话呢，不用担心装错，它跟绿狮子的武器不会装错，它是一个孔洞圆孔啊，而绿狮子则是一个方孔的。那这个武器的话呢，我们先把它给取下来。红狮子还好一点啊，我先讲一下啊，变身成胳膊的这两个。小型的狮子的话呢，它的这个足部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球形关节是比较偏松。红狮子还好啊，它这个脚的话，有时候容易球关容易去脱落，脱落之后的话呢，里头的这个黑色的这个胶，就那个球形关节那个包覆住了，里头有一个凸，这里有一个完，这里有一个包覆住它这个胶。红狮子的话呢，我们可以透过外面这个地方把它给压进去，让它跟里头的这个凸呢做一个比较好的结合。但绿狮子的话呢，就真的整个脚的话呢，螺丝要拆开啊，这一点的话让人觉得非常的恼火。而且它这一次的话呢，由于增加了这一块部件呢，在变形的时候呢，做一个更好的一个遮盖，所以有时候我们脚的话必须要把它往两侧给抬开，抬开的时候有时候会掉件啊，这是有可能发生的。甚至呢，你为了把这个地方收纳进去啊，你这个脚都要转到一个特殊的角度。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嘴巴里头呢，也是有一些细节刻画的。武器好拿出来啊，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两个火炮的一个展示在这边。那它的这个部分的话可以打开，里头的话呢没有驾驶员啊，据说正版的话呢是有附带驾驶员的，那这个是没有，给各位看一下就行了啊。这是2号的狮子，可动的话呢，由于手臂的一个变形的关系呢，其实这一次的狮子的可动的话呢，我自己觉得还是挺不赖的啊。那脚的话呢前后动啊，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后肢的这个地方比较紧。但是根部就比较偏松，然后呢，这一款这个红狮子的话呢，各个关节还算是恰到好处啊。整体来说，这一组玩具的话呢，有一些关节的一个松紧程度呢，都是有一些小问题的啊。绿狮子的话呢，就问题稍微再多一点，就是我刚刚提过的啊，它在这个地方，万一那个球关松脱了啊，里头这个凸啊，凸出来啊，这没有办法把它顶到底的话呢。就比较难救啊，那它一样，这个地方可以打开，里头一样是没有驾驶员的。那它的耳朵比较可爱啊，是一个尖的，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这个像是机器猫的一个耳朵啊。那侧边的这个武器啊，它也是单独的，可以做一个转动的。那我们将它取下来，你看到没有？它的组合孔洞是方形的，而红狮子的话呢，则是圆形的。那么这个好像这个正版的话呢，它的脚呢是电镀的，而这一款 KO 的话呢，只是一个上了银漆的。那这个可动的话，各位也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啊，有这个多了一个浮下来的一个感觉啊，你可以把它整个都这个低头看的一个形象。然后它的这个武器绿狮子装上去的话呢，比较不好装，它的一个卡扣的话呢是非常的 OK，就是非常的极限。你要卡进去的话呢，我觉得你要小心一点啊，不排除会有一个掉漆的一个情况啊，里头一样是有火炮的，是一个设置。好了，那这个尾巴的话呢，上下也可以动，那就给各位展示这两个变成手臂的比较小型的狮子。再来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公主驾驶的蓝狮子，蓝狮子啊，很重了，这个尺寸已经是非常的吓人了，这个重量感是非常不错的。那一样附带了一个咬在嘴巴里头的武器。
我们一样的话呢，请公主把嘴巴张开啊，你这个啊不对，是公主驾驶的狮子啊，嘴巴张开啊，蓝色的一个配件里头的话呢，有一枚像是一个飞弹的东西啊，这里非常的明显。那头部的话呢，它的上下可动关节啊，会比红啊，会比蓝啊，绿狮子跟红狮子的话呢，感觉会再更好一点啊，特别这个脖子真的有做出来了啊。然后附带的这个火炮的话，火炮也不用担心啊，蓝狮子的话呢啊，是一个圆形的孔，而黄狮子则是一个方形的孔，各位也不用担心装错了啊。然后呢，这个变成角的这两个比较中型的这个狮子的话呢，它们的膝盖呢就已经增加了齿轮关节。武器掉了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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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掉了就掉了吧，这个武器先把它给取下来啊，这个地方就已经多了齿轮关节，这个感觉就已经好上非常的多啊，整个质感的一个提升是非常之明显的啊。那可动的话呢，这里多了一处的关节啊，所以它的一个可动会比我们之前玩过的，可能我大部分啊，大部分我玩过的百兽王啊，这个可动的话呢会再更好一点点。然后这一款黄狮子的话呢，哎，这个好像正版是不是头可以发光，是不是啊，但这一款的话呢是没有一个发光的装置的啊，啊一样啊，是多了这处关节之后啊，整个一个角色的一个这个可动度会提升很多。而黄狮子的这个卡扣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特别的紧啊，扣上去之后的话就是难分难舍啊，你不用道具的话呢还真是取不下来啊，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黄狮子的话呢就做的特别特别的紧。然后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本体啦，也就是我们的一号机啊，主角机黑狮子。黑狮子就感觉更大更沉更重了，几乎整个是大铁块的感觉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一个根部就齿轮关节，这个也是齿轮关节，这里一样齿轮关节啊，一二三全都是齿轮关节。而它的脖子的话一样有做出来，可以往下看往左右看啊，还可以这样旋转啊，非常的活灵活现啊。然后它的一个嘴巴一样有叼着一个武器，那张开之后的话请小心不要把人头给露出来啊，现在还不是露出头的时候啊，我还没有组成头部啊。然后这个脖子的话呢，上面这里啊一样有一个装置可以把它给打开到这边。那我们一样还是提一下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原作有的一个驾驶员什么的通通都直接是取消的了啊，我们就把它给放回去。尾巴的话呢，上下根部上下可以动啊，往下一个关节，后面的话这里有一处这个多出来滑下来的一个关节啊，不过无所谓，各位知道就行了。后面的话呢，这里膝盖啊一样有齿轮关节，然后这里也是有齿轮关节的啊，所以这一款玩具虽然很重，但是它的支撑力度啊都是非常非常之不错的。我们来进行这一款舞狮合体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啊这个地方的话弄出来的话呢非常的不好抠啊，我的话会建议就是你用个什么东西把它给夹出来啊，不然的话真的是还是很紧的。你一般来讲我个人觉得吧，你要用手就把它抠出来这简直是不可能啊。然后呢这个尾巴收起来啊，把它给隐藏进去啊，刚刚在做啊开始节目的时候，我这个部分的话忘了把它给收进去啊，那我在影片旁边已经补充上去了。再来的话呢，这个模具的话呢它旁边多了一个遮盖的一个盖板，那这个遮盖的盖板的话呢，我们必须把这个角的话呢往旁边的打开一个特定的角度哦。好，推出来掰开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腿的话呢要提到上面来啊，整个脚把它给合并完成，这样就行了啊。另外侧也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个地方呢稍微掰开，它要掰开一个特定的一个角度啊，我们的这一块部件的话呢才能够翻出来啊，这个需要稍微练习一下，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子推开啊，万一不幸掉了就掉了，这个时候就再把它扣回去就好了。那我就顺便讲解一下，这个既然掉了就掉了，我就解释一下这个部分啊，这个地方黑色这个凸要凸的够出来，它才能跟这一块做一个结合。那万一卡的不够紧的话呢，红狮子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推啊，可以协助我们把它扣紧。但是绿狮子的话呢就不行啊，这一点是比较恼火的、啊。这个地方推过来，然后记得把这一个腿的话呢是要推到上方，这个空间塞进去啊，再把这个地方给盖上来。那么前面的变法也是一样，那前面这里稍微简单一些，往前面推一点点就可以翻出去了啊。然后呢，这个地方一样建议把它给捏住啊，因为它还是蛮容易去松脱掉的。这个脚的话是往后面放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把它给推到一个特定的角度啊，前方的角度比较好抓啊。然后把胳膊给放进来啊，到这边。
然后这个组合的位点就放下来啊。红狮子的话呢，将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右手臂，而绿狮子的话呢，我已经变形完成了。来看到中型的这个狮子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我们腿的话呢，把它收起来，这个腿的话比较好收，但这个脚的话呢，啊，用力往外掰还是有脱落的可能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啊，这几只狮子的脚都容易掉啊，这个部分把它给盖起来。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啊，中型的这两只狮子的话呢，变形是比那两只，啊，小狮子的话呢，要来的容易的多了啊。然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哎，你看吧，这个插孔啊，就蛮容易去掉的啊。anyway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状况啊，我们就给各位做一个展示了啊。然后把这个头的话呢，啊，按照以往的一个百兽王的一个变形方式，但这里的话可以往后推啊，形成一个啊机器人的一个脚后跟，结合的位点的这个地方往上推上去啊，就有一个结合的位点了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就已经把这个蓝狮子已经变形完成，两腿的部分就 OK 了。本体黑狮子的变形呢，基本上吧，应该说百兽王的玩具呢变形都差不多。啊，一样是把这个手臂的话呢给收到这个部件里头去啊。你可以听到啊，黑狮子的话呢，由于是本体的关系啊，用了很多的齿轮关节啊，听起来就感觉啊非常的爽啊。这个地方的话呢，要记得啊把这个部件给推进去啊，形成一个完美的一个锁扣啊。这个地方推进去啊，然后的话呢，头部的话转到这个地方，千万不能把面具翻出来，因为我还没有组成头部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后面这个部件就直接往上推啊，收进去就行了。两腿的话呢，回到它的一个原本的一个位置上面去，把这个脚的话呢，整个给伸出来 ，OK 了。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身体的部分。腿部的组合呢是非常舒服的啊，它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要把这个脚给放下去就可以了。放到底的话，它就会咔的一声啊，咔的一声啊。那如果要解开的时候，就从这个地方按下去，就会进行一个解锁啊。另外一只啊，一样是一个给这个狮子穿鞋子的一个感觉啊，咔的一声啊，两腿的话呢就完成了非常完美的一个组合了。再来就是一个完美的我来组成手部的一个组合方式，直接扣进去就可以了啊。这个地方一样的。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双手自然的放下。我们呢可以先把后面的这个翅膀的部分呢给翻出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直角或者是一个特定角度的，我就把它给挨下去靠上去就行了，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变形。那最后就是怎么样，我来组成头部啊，这个记得两侧的这个头得打开。 OK， 我们的一个正义的使者百兽王呢就完成了他的组合形态。我们来看到这一款 KO 百兽王的大合体形态。首先的话，它的配件还有一对的武器啊，它可以组合成一个应该是 Javelin 标枪吧，还是什么双头的兵器啊，这个漆面做得还可以啊。那另外的话则是一枚的盾牌，盾牌的话呢，我手上这一款这个地方有个黑点呢，不知道是不是中奖啊。那这个拿在手上的支持力度还算可以啊，轻松的呢把它给取下来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漆面 OK， 中间的金色的光芒感觉还不错啊，蓝色的金属漆面感觉是可以，但是就反正是这个地方啊有个污点中奖了啊。那另外这是一把这个台湾当年的动画片呢翻译成降魔无敌剑啊，那这正确的名字是什么，光芒神剑还是什么啊。那拿在红狮子的手上啊，因为它是一个右手的一个兵器。那这个人物的话呢，它是一个往前面扶下来有个关节的，背后也给各位看一下啊。啊，整个玩具的重量的话呢是非常沉的啊，绝对是一个锻炼身体的好选择啊。然后关节的部分的话呢，可想而知哦，这么沉重的关节的话呢，一定会导致于它的膝盖会有点偏软。那我们就实际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形态啊，全部站稳的一个样子就这样。那腰部的话呢也有一个关节，但是这个腰部的话呢，转动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极限的，转到这边好像就转不过去了，我不敢硬掰，而且它这个地方有突出一块啊，可能会造成它的一个关节转动上应该也是会有一些限制吧啊。然后的话呢，我们就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头啊，这个继承了黑狮子的脖子的一个关节啊，然后它是还有附带另外一个替换脸的一个张开嘴巴的这个啊，这个我就不替换上去了啊，没有必要那么生气嘛，对不对啊。然后它的手臂啊，这个地方有个齿轮关节，然后在下方还有一个齿轮关节，所以你可以整个提到非常的高
啊，两侧的一个力度的话呢，我感觉，对不起啊，我的这个兵器是 A 到你了，我的感觉吧，好像这一边比较紧，但这边却稍微有一点点偏松啊。然后手部的可动，二头肌是可以转动的啊，转动下来，二头肌可以转动。手肘的话呢，可以弯，不到90度，造型的关系有点小小的一个限制啊。然后啊，两侧都一样，还有一个往内折进来的一个关节。那拳头的话呢，是可以往外面是拉尾拉出来一点点啊，就可以做一个往下面折一点点的一个可动了啊。那脚的话呢，给各位看一下它脚的可动啊，前啊，由于它这个地方多做了一处的关节，所以它脚可以往前稍微踢得再高一点点啊。裙脚不能动啊，所以它的一个脚踢的一个幅度是有限的。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玩具会太沉重了，大腿的漆面还不错啊。然后膝盖的一个齿轮关节有它的作用啊，不能说没有，这时候还多了一处的关节。那脚接地也是有的啊。那脚后跟的话呢是做的不错啊，它的这个地方多了这一块啊，这块部件很不赖的。而这一款玩具的话呢，我觉得吧，它的一个足部的这两个狮子的这个脚啊，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有做一个限位啊，就是说没有一个卡扣的位置，比较可惜。那这个是外摆内收，在这个地方啊稍微有点偏紧的手感。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吧啊，这个非常沉非常大的一款玩具。那因为我没有玩过它的正版，所以它究竟完全模仿到什么程度，应该是有取消掉一些比方说灯光啊，一些支架的东西直接都已经没有了。但是整体来说，这个价位来讲的话，各位你自己去衡量一下吧。虽然它是一个 KO 品，但是台币也是4000多块钱一个，那你是不是需要这个不是，已经不是 KO 白怀不心疼的问题，是4000多块钱台币，你还是要考虑一下这样。那个百兽王的东西，它并不像变形金刚一样啊，不停每个月都有推出。那你自己去衡量一下这一款是不是达到你心目中的要求啊。那这个因为是好朋友人燕哥的话呢，他的一个收藏品，那他是先寄过来给我把玩一下啊。我个人是觉得还可以啊，那以人形态真的是做得很不错，但是单体的狮子的这个手啊脚啊就非常容易去喷，非常容易去掉落啊，是比较让人恼火的。其他的话倒是没有什么问题，除了贵之外啊。对，这个价格你想一下，一个4000多块钱的 KO， 各位你自己去想一下吧。如果你觉得可以，那就入了啊。好吧，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